现在是上午的10:30，我现在在四川成都这边。听我一个朋友说，我们租房旁边有一个厂，现在在拉量招工，听说那个厂还不错，我们去看一下今天来应聘的人多不多，看看这个厂分一个月到底能发多少钱，走吧。听我朋友说，这个厂是苹果的供应商，好像叫什么玉红科技吧，是做包装盒的，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分厂，成都也有一个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现在我来到玉红科技的厂门口这里了，厂门口这里有几个人，好像正在找工作吧，正在询问一些情况。玉红科技这里有一块很大的招牌，就是一个招工的广告牌吧，上面有招工的岗位要求，我们看一下吧。男女不限，年满18周岁，两班倒的，早上8点到晚上8点，晚上8点到早上8点。这个厂主要就是生产那些包装盒子的，福利待遇也还可以，还购买五险一金，月工资在3500到5000，现在入职还有500块钱的奖励。刚刚大家也看到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我知他身风波这边算是不冷吧，如果大家还没找到工作的话，我也可以来试一下，好了，我去试试你一杯。